大家好，我是刘祖儿，今天是90年代一个新人，因为其实当年呢我是很不习惯这个新的环境，因为我本身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来的，因为公司的某个决定呢就暂时抽起了家居这两个，咁其實因為一擺低咗就已經足足30年啦，咁啊30年之後，小弟好榮幸得到Kings Music 嘅 Leslie 啦，佢邀請我去再重新再唱翻呢隻歌，咁我覺得係非常之榮幸嘅。咁希望大家今晚可以聽到一個家居一個作品啦，咁我亦都希望我會做得好。OK， 多謝大家。我希望今晚大家都盡興，好嗎？ OK， 多謝曬。